各位朋友，您今天运动了吗？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高龄者健康操可以增进您的肌耐力，减少跌倒的风险哦。来来来，准备好你的椅子，最好不要有轮子哦，不然要记得固定哦。站着跟坐着做健康操都可以达到运动的好处，运动前要找一个双手张开的空间，面对荧幕找一把稳固的椅子。开始运动前啊，要请问各位有没有心血管疾病呢，或是胸闷、晕眩，以及表格内提到的任何一种情形？如果有啊，运动之前先咨询医师的建议啊。做操的时候啊，您可以按照自己的状况选择站或坐的模式，过程中啊也可以随时更换。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藉由改变手脚摆动的幅度、速度以及坐或站的模式来保持最佳状态啊。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自觉吃力程度量表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运动强度，4到6分即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中等费力身体活动哦。如果您感觉到有在运动，有点累，有流一点汗，甚至呢有一点喘，或者感觉比之前的运动还要难一点、累一些，那就是最佳的状态咯。没错，我们要量力而为，全程保持到4到6分的绿灯区，千万不可以勉强哦。OK, Are you ready? 暖身运动，预备，吸气。深呼吸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脚要像原地踏步一样哦。4、2、3、4，踏步，手前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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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。2、2、3、4，双手往前推的时候，手肘记得一定要伸直，但是不要锁死哦。4、2、3、4，踏步，手上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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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的动作呢，是一拍一手，速度要加快喽。4、2、3、4，加速手上推。1、2、3、4，手往上升。2、2、3、4，脚要踏步。4、2、3、4，踏步手前推。这一次，我们是左右手交替向前推，手一样要伸直。是踏步转手掌，1、2、3、4，转转转转。4、2、3、4，踏步画八字，这个动作就像在画躺着的八。等一下，要练我们的心肺功能喽。动作的强度会提高一点点，朋友们加油哦！4、2、3、4，前点手前推，脚跟往前点，手要向前推。如果可以做到，我们的手脚可以试着尽量伸直哦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手肘要靠近身体。接下来是侧点手侧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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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、2、3、4，推。侧点的动作可以训练我们的平衡力，
减少跌倒的风险哦。小步不变，手往上推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哪一脚点，哪一手推？同手同脚系列，第二波预备，四二三四，侧点侧推，推推推推，千万记得同手同脚。四二三四，侧点手交叉，交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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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的动作很像神射手，预备，四二三四，侧点手拉弓，拉弓拉弓拉弓。我们的脚继续往侧边伸，脚跟点地，手脚呢要往同一个方向，往斜上方做拉弓的动作。四二三四，双手平举，脚点脚点脚点。脚点，二二三四，上身平转，转转转转，二二三四，转身手前伸，脚点的时候呢，转身，脚收的时候手伸直。吸的动作可以训练到肌力与平衡力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四二三抬，踏步深呼吸。做到这里啊，如果觉得有点累，后面的动作可以选择坐着做哦。单脚站不稳的人，请先坐着练习。四二三四，双手平举。我做到刚刚那个动作哦，就开始喘了呢。那很好哦，有看到画面上的绿灯吗？那代表你有运动到哦。下个动作，手肘碰膝盖，手肘碰膝盖，一手不放下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拍拍，准备换边。接下来是曲肘抬膝。接下来的动作，我叫它伸手拍拍，伸手拍拍，这个动作呢，确实很像欢呼。朋友们，加油加油！接下来我们要变化欢呼的动作咯。伸手转圈圈，伸手转圈圈。接下来是十秒踏步以及快跑，快跑的动作呢，可以加强我们的心肺功能。预备，起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准备好就要加速喽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可以选择踏步
或小跑步，用你可以接受的速度就好了，不用勉强跟上代操老师。坐着跑也没问题哦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哇，大家表现得真好。现在准备要尽力比平常快的速度跑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如果我们觉得累，可以放慢速度，或是坐下来踏步，让我们保持在最舒服的运动状态哦。体力满满的朋友，我们冲刺吧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高龄更健康，高龄更健康。哦，大家的表现实在太棒了，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，耶、yeah! yeah! ！现在让我们调节一下呼吸。接下来这个动作可轻扶椅子或墙壁，为防止椅子滑动，最好靠住墙壁，慢慢进行向下蹲的动作。初期从坐姿动作开始，锻炼下肢肌力。过程中，注意身体保持稳定。下蹲时，膝关节微弯且不超过脚尖，臀部需往后方推，最多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哦。也不要蹲太低，减少软骨磨损的风险。这个动作啊，可以增进大腿的肌力，减少跌倒风险哦。接下来的动作，请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完成，屁股呢坐在椅子中间。这个动作很像仰卧起坐，吐气时肚子用力，身体慢慢坐起，吸气时再靠回椅背，双脚不要离地，身体伸直，双手抱胸，一共要做八次。接下来身体坐直，然后慢慢低头向下卷，之后将头部及身体向前延伸，背打直，头不要抬起来，吐气时利用下背的肌力将身体慢慢抬起，一样要做八次。低头，选择适合自己弯腰的幅度就可以了。直背起，
准备要做伸展了。伸展时，请做到可以延伸但不会感到不舒服的范围，并至少停留十秒钟。现在把双手放在耳朵旁，手肘尽量往后伸展胸大肌。现在掌心向前，把手向两边打直，手臂向后伸展。接着把掌心向后，一样身体打直伸展。现在我们像抱球一样，双手食指交扣，胸口和肚子往内缩，臀部不要翘起来，伸展我们的上背肌群。再来，手往上伸直，贴住耳朵，身体向另一边弯。接下来，身体慢慢向那一侧前方微倾，手尽量往前伸。然后换手，一样往上伸直，贴住耳朵，身体慢慢侧弯。然后身体向该侧前方微倾，手尽量往前伸。接下来这个动作可以依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弯腰幅度。初期从坐姿动作开始，屁股坐在椅子前半段，脚往前伸，脚尖勾起来，让我们扶住椅背，或是用手压住另一只脚，身体向前倾，屁股往后坐。准备换边咯，请注意哦，没有伸直的脚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站着坐呢，则轻扶椅背，坐到大腿后面会觉得酸酸的就可以了。身体坐直，头靠近肩膀，然后手轻轻扶在头上，手不要用力压头，轻轻施力协助伸展。十秒后，脸部朝下，手一样轻轻地扶在头上，注意不要用力下压哦。准备换边咯，各位朋友，大家都好厉害哦！运动过程中都有记得调整速度和动作幅度，让自己保持在绿灯区。运动后的隔天，如果呢感觉肌肉酸酸的，不用担心，这是正常的。因为这个运动呢会训练到我们很少动到的肌肉，可以休息一到两天，等不会酸痛的时候就可以再运动咯。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。